会的时候，我们也有不了解，咱各位组长，咱各位同事在听，今日想来为咱国庆，大家好嘛？啊，目前人鲁安，这个国庆节，那是到了，咱今日的庆祝，这是个公园，当前要在爱心。咱热心筹备小组，来今日叫伊咱这母亲节一些活动。当然，这个母亲节这是一个意义，咱不是想一般的去这个这个花厅，哎，听到那个花厅。哎，加上迄个迄个专业的舞蹈来表演，咱唔是安排了啊，这种重要在伊的意义。当然，咱来分享的，就来麻烦咱请，麻烦咱再一个，麻烦咱再一个，这点的温情，咱讲。比钱啊，我上班拢比钱更高，啊嘛比钱更少。所以我温情轻视他，咱也是一样。那他就是个金钱啊，就是咱一个月分息，再一个月息。他不辛苦，咱辛辛做妈妈啦，人细就是为了讲，抱着囝儿，把啥就好事。咱今看到咱的囝儿，咱去回想着过去妈妈对咱的照顾，如今甲过去都无相共，因为过去是农业时代，我还记阮妈妈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拢爱饮茶，饮茶你听无？来迄个白茶来饮茶，那饮茶的人呐，真不是水得水。那个泉水，那个超过多少水无？他靠水得有无？边那个是水得啊，一边摆个花水得，花水得，饮茶了后来冲啦，来煮汤干啥呢？啊，汤煮了要冲啦，要洗脚、洗脚、洗身躯，好。但是汤煮熟啊。即行文文庙要上班啊，一阵拢找到老师请。即妈妈讲只后悔啊，跟人讲起讲，迄个鱼头甲鱼翅，拢妈妈爱食。过去一个故事讲，妈妈爱食鱼头，过去个故事者，啊，即个故事就是安那，因为妈妈足疼囝，阿妈对囝足关心。但阮闽南要吃鱼啊，对，拢会把遐鱼肉啊互囝食。啊囝，啊妈妈妈妈，啊你才拢在，你才拢在吃鱼头。啊妈妈阿囝讲，妈妈爱吃鱼头，干妈妈爱吃鱼头。是啊。有一日的时阵，囝上手做董事长，去迄个做饭店，啊摸只鱼头。就出来妈妈家，靠近妈妈，妈妈看着白衫，妈妈，妈妈你是安怎？白衫，啊，今日去庆祝妈妈，阿妈和妈妈会当一同的，啊，人讲好事无面，啊是安怎你白衫？伊讲哦，这个鱼头我已经吃非常多了，你今仔旁边头坐，妈妈你唔是爱吃鱼头吗？妈妈是咱公司大官，为着要请你这囝儿孝顺，妈妈已经牺牲几十年去啊！因为为着孝顺恁的心，因此妈妈才讲妈妈会吃鱼头，不是妈妈是咱会吃鱼头。迄个囝儿真正是孝顺，妈妈爱吃鱼头，这个故事多。咱今日去欣慰咱的囝儿孝顺，然后娘又步入结婚。乌鸦毛翻毛起，我这囡仔六岁幼稚的时阵，
迄鸟仔吼，迄若是咬一只鱼仔，迄个鱼仔，都安尼咬安剁剁剁，虽然慢慢，我剁出枵的吼，伊袂成吞落吼。一年啊，对这只先饲，对迄只先饲，对迄只先饲，生三四只囝，拢得爱三四只囝饲到饱，慢慢到，托个吼，托一家己的厝内，是不是安尼？嗯。无迄个讲妈妈先食，无迄个道理，绝对无迄个道理。拄只房间里讲迄个故事，迄、那个故事，就是因为迄只鸡啊，甲鸡公朋友，而且迄个是鸡巢内底，母啊传一丁仔，迄丁仔是母的身边，倒个饲一只，倒个饲一只，倒个饲一只。拢着饲，那几十只只饲了后，慢慢呾开始会食。不过爸爸呢，都是咧倒，咧倒，咧倒，一只只好倒饱。所以有一个好人，有一个笑的伴食啦。伊讲妈妈一个，今日要事情传去食了个。啊，那爸爸一个呢，像我咁食。讲妈妈一个。
心意一合，爱祥合成单位，感恩母亲节活动班员成，向吴吉阳母亲30公里前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点燃师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。上架前人，上架付钱的。上架付钱人一起攻，上架各位等团师一起攻，坤道一起攻，再一起攻，三一起攻，持架前人一起攻，上架付钱人一起攻，上架各位等团师一起攻。好，好，各位先生，大家今天母亲节快乐！然后我们现场呢。今天我们祝福的平安果会来分送给大家，还有呢，一个家庭妈妈有一份。假设你今天带你的妈妈带你的小孩来，那你就是那一份，这样听懂意思哈？你不能说你由谁来了，女儿一份，没有，不是哦，妈妈只有妈妈一份。然后一样，待会来请来领平安果的时候就平安果，平安果可以是每个人，可以的话就拿一份。那礼物是妈妈一个家庭。好，我们今天送什么呢？希望妈妈健康，送按摩棒。希望妈妈的卡丘美亮，送这个慈墨烯的护膝跟护腕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感谢大家，好，每个家庭都有来的，而且如果说外家庭，欢迎大家回
好闷哦，好闷哦。